新的技术，现在是用天然气的，是用石油来用来气的。好，简单问，那接下来呢？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做抗争出来？那进步会给你提呢？这些应该我就是觉得政府应该是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为什么在非常严重的高频的这种污染。